迪丽热巴庆节日自拍萌态十足，贴纸掩盖不了美貌，鼻梁意外吸睛。近日，迪丽热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自拍照庆祝节日儿童节，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热议。这组自拍照展现了迪丽热巴俏皮可爱的一面，和平时严肃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迪丽热巴的颜值以及她罕见的无精修状态成为网友们热议的焦点。据了解，迪丽热巴一直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顶流女艺人之一。她的工作日程紧张，经常进行各种写真拍摄，因此很少有机会向粉丝展现自己的真实状态。但这次她发布的自拍照却打破了这个常规，展现了她可爱搞笑的一面。自拍照中，迪丽热巴嘟起了嘴巴看向镜头，戴着墨镜，并装饰着各种小爱心。这样俏皮可爱的形象让人更加喜欢她，也让人对她的形象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大家发现，迪丽热巴不管使用多么土气的特效，都能展现出她精致优越的五官和出众的颜值。特别是她的鼻梁，别具一格，小巧精致，无论低头还是仰望，都能完美驾驭。这组自拍照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评论区被迪丽热巴颜值的夸赞和称赞充斥着，网友们纷纷表示，迪丽热巴的颜值太高了，她的鼻梁好羡慕等等。迪丽热巴的美丽和俏皮形象在娱乐圈中非常吸引眼球，她的粉丝也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对她的喜爱。迪丽热巴这次发布的自拍照是她从未公开展示的一面，所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她以往一直以严肃的形象示人，但这次的自拍照展现了她可爱的一面，给人一种亲近的感觉。这次事件对迪丽热巴个人形象的改变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她从一个高冷女神变成了一个可爱又俏皮的女孩。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次事件也反映了人们对艺人真实形象的追求。在自拍照中，迪丽热巴没有使用精修和专业的镜头，展现了她的真实状态，让人们更加亲近她。这种展现真实状态的方式得到了网友们的喜爱和追捧，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艺人形象塑造的思考。总的来说，迪丽热巴发布的自拍照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她的俏皮可爱形象和优越的颜值赢得了广大网友的夸赞和追捧。这次事件改变了迪丽热巴的形象，让人们更加亲近她。同时，这次事件也引发了广大网友对于艺人形象真实性的思考和探讨。最后，我们不禁要问，艺人真实形象展现在自拍照中，是一种新的趋势吗？这种展示真实状态的方式对于艺人的形象塑造有何影响？迪丽热巴以其迷人的外表和风趣的个性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追捧。她不仅拥有一张清新甜美的脸庞，还有一颗幽默风趣的心灵，总是能够用她独特的方式给人带来快乐和欢乐。在她晒出的自拍照中，即使是贴满了土味贴纸，也无法掩盖她的美貌和活力。她的笑容灿烂而阳光，仿佛可以治愈人心。而那认真的鼻梁更是展现了她对待生活的态度，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全心投入，充满了责任感和专注度。迪丽热巴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更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她独特的魅力和不俗的气质让她成为了时尚界的宠儿，广告商纷纷争相邀约，成为了众多品牌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她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展现了一位优秀艺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的来说，迪丽热巴以其出色的外貌和个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更是一位充满正能量和魅力的公众偶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成为时代的代表和榜样。热巴白衣纱裙亮相如仙子般绝美，真正的颜值代表。迪丽热巴白衣纱裙亮相，宛如仙子降临人间，网友，这才是真正的颜值担当。近日，迪丽热巴工作室在其官方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一组令人惊艳的活动照片，
迅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和关注。在这组照片中，迪丽热巴以一袭白色吊带纱裙的优雅造型亮相，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仙子，美得令人窒息。照片中的迪丽热巴身着一件轻盈的白色吊带纱裙，裙摆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摆动，宛如仙女下凡。她的五官立体而精致，眼神深邃而明亮，仿佛能洞察人心。她的笑容温暖而迷人，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肌肤显得更加白皙细腻，宛如瓷娃娃一般。迪丽热巴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她的外表，更在于她的气质和魅力。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自信和魅力，让人无法抗拒。她的优雅和自信不仅仅体现在她的穿着打扮上，更体现在她的言谈举止中。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后，她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和魅力。这组照片一经发布，就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迪丽热巴的美丽简直让人惊艳不已，她的颜值担当实至名归。有网友表示，迪丽热巴的白色吊带纱裙造型简直就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一样，美得让人窒息。还有网友表示，迪丽热巴不仅外表美丽动人，更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魅力，是一位真正的全能艺人。迪丽热巴作为当下备受瞩目的年轻女演员之一，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关注。她的出色演技和颜值担当让她在娱乐圈中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有着出色的表现，更在时尚界展现出了自己的独特魅力。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她的穿着打扮还是她的气质魅力，都能够给人带来惊喜和感动。除了她的外表和气质之外，迪丽热巴更是一位有着扎实演技的演员。她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一直备受认可，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她都能够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演技不仅仅体现在情感的表达上，更体现在对角色的理解和塑造上。他能够将自己融入到角色之中，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角色的情感。迪丽热巴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外表和演技，更是因为她的努力和付出。她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敬业和专注的态度，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她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从不退缩，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他的努力和付出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工作中，更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他注重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心态，让自己始终保持着最佳的状态和最佳的表现。迪丽热巴一直以来都展现了他独特的魅力和个人风格，特别是在穿着打扮方面。最近她穿着一件简约而优雅的白色棉质长裙亮相，搭配着精致的细带，给人一种如仙子般降临人间的感觉。这条白色棉质长裙不仅展现了迪丽热巴的高贵气质，还完美地展现了她的曲线和身材比例。无论是裙摆轻轻摆动，还是细带随风飘舞，都展现了她的婀娜多姿和迷人风采。迪丽热巴的美丽不仅体现在外表，更体现在内在修养和精神世界上。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美丽由内而外的真谛，不仅注重外在形象的打理，更注重内心的充实和提升。此外，迪丽热巴的成功也离不开她的努力和付出。她不仅具备了出色的演技和表现力，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她的成功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梦想，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综上所述，迪丽热巴不仅是一位拥有绝美外貌的明星，更是一位内外兼修、才华横溢的艺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展示了她的自信和魅力，让我们对她的未来充满期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